求证无上正等正觉，
摄取佛世界，来度化众生。其中的一个弟子名叫树皮，他问道：师尊，什么是菩提？如何修持能够有助于菩提的完善？菩萨如何修行菩提？如何才能够念念不忘菩提？如是回答说：所谓菩提，是指菩萨修成佛位所必须的四大无尽藏，它们分别是福德无尽藏、智无尽藏、慧无尽藏、佛法和和无尽藏。如何修持能够有助于菩提的完善呢？就是修持能够帮助出离生死苦海的种种法门。这些法门包括以下方面：为了调伏众生，必须舍财。为了事事如意，必须持戒。为了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必须忍辱。为了万事顺意，就必须精进。为了调伏自己的心念，就必须禅定。为了知晓一切烦恼之根源，就必须具足智慧。为了达到辩才无碍，就必须要多闻。为了满足一切众生之所需，就必须具足大福德。为了成就无碍智，就必须要多学习。为了让心意柔软，善心成就，就必须寂灭自己的种种欲望。为了断除一切疑惑，就必须认真思考。为了心意的通达，就必须成就慈心。为了教化众生无有厌足，就必须具足悲心。
为了能够在正法中升起爱乐，就必须具备喜心。为了断除爱憎，就必须具足舍心。为了灭除阻挠出离生死苦海的五大障碍，就必须要恭听佛法。为了能够顺利出离生死苦海，都必须修持出世之法。为了使不善业不形成果报，就必须常住荒郊野外，而使善根得以多多增长。为了得到护持，就必须常常思念。为了成就甄别万事万物，就必须完善意识。为了通达诸法实相，就必须在思想上接受佛法。为了分清身心自性，就必须对佛法的领悟念念不忘。为了离开一切不善法，广修一切善法，就必须以正确的佛法勤于修行。为了身心清理，就必须修心如意足。为了信、情、念、定、慧这五根的成就，就必须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根上下足功夫。为了摧毁一切烦恼，就必须具足各种各样的力量。为了如实觉知一切诸法，就必须觉悟。为了调伏众生，让其清净，身和共住，口和无证，意和同事，戒和同修，见和同解，力和同军，这六合是必须的。以上种种，就是以至于菩提完善所必须的修持。树提又说道：“师尊，如佛所说，布施的果报即是大福，得大眷属，
护持境界，得升天上，广博度闻，得大智慧。佛又说，一个人善于思维，就能够顺利出离生死苦海。海凡志如实回答说，喜欢生死轮回而行布施，就能够得到大福。若一心向善的人，为了心向菩提，为调伏心中的种种欲念而会去广修布施，为了让心灵寂静，护持境界，为了心境不受玷污而求端文，为成就大悲而去思维种种佛法，其他的都是智慧方便成就助求。如此的修行，就有助于菩提的修行。如此的修为，才是念念不忘菩提。如是菩提，你应当想到，成佛之道无上清净，我应当一心一意。成佛之道不受污染，是因为内心清净。成佛之道无有缠取，是因为已经断掉烦恼。成佛之道安稳快乐，是因为通向涅槃之城。你今日应当仔细思维，去庄严佛土还是去不净佛土，都是根据你的意愿来决定。树提来到佛陀面前，右膝着地，长跪合掌，恭恭敬敬地向佛陀陈述了他的誓愿。世尊，我今在此发愿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当我们现在所处无尽世界的所有众生，贪欲、嗔恚和愚痴三毒习少，不做不合法度之事，心不被爱毒和仇恨染着，舍离牵引、嫉妒之心念，心中没有邪知邪见，并安住在正知正见中，心无不善力行十善业，不生三恶道中，都在人天往返。
在佛、法、僧三宝田中广植善根，在声闻、缘觉和佛乘这三乘法中精勤修己，那个时候才是我成就佛位、教化众生的时候。世尊，如果我的愿望能够实现的话，就让我两手自然出现白色龙虾。话音刚落，因为佛陀神力的缘故，树皮的左手出现一条白色的大龙。右手出现了一条白色的大象，很是惊奇，说道：龙虾，你们现在就到虚空之中遍洒甘露，觉悟此界一切众生。愿众生闻到一丝香气，就全部断除阻挠出离生死苦海的淫欲、嗔恚、眠睡、吊慧，一概这五种障碍。话音刚落，那龙和象如离奇的箭一般飞到空中，天空之中纷纷扬扬下起了蒙蒙香雨。凡是闻到这雨水中香气的众生，都成功摆脱阻挠，出离生死苦海的淫欲、嗔恚、眠睡、吊慧，一概这五种障碍。那龙象办事完毕之后，又回到了树体身边。树体见到了此情此景，心大欢喜。宝藏如来授记树体说道：未来之事，我以恒河沙等阿僧抵劫，进入第二恒河沙阿僧抵劫时，这世界改名为和合音光明世界，中有一节名曰音光明。你将在那个时候成就佛位。佛号宝盖增光明如来，
应公、正辩之、明行足、善事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十德具足。藏如来又为树敌菩萨说了一段偈颂：其心理垢清净且清，今已受记能令无量，亦树众生尽第一道，于当来世调御天人。树敌菩萨听到佛陀的授记和偈颂，很是欢喜，顶礼佛祖之后，就退到一旁，继续听佛讲经说法。